Nej. Va?说到这个游戏呀，我昨天真的整个抓狂，因为我发现坐骑那个吞天居然是我们的一个 system 的名字哎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讲一下冰霜巨龙啦。但是我觉得预防起见，我们今天还是讲两只英雄好了。来，今天标题《冰霜巨龙》，然后这只很像是手厨奖哎，所以我们再讲一只吧。那也是独角饭店，这也很像也讲了。这只很像也讲，都讲了，你是嘞？想到那只熊猫，然后再来是绿心石，这个应该就没有。这个我超级没有印象啊，呵呵。好，这个没问题吧？猎心十金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。你把竹节一剪啊！礼义学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好帅啊！